OK。这是美国的一个工地，我给你看看。一个工地，我们看一下它这个，这边有很多的机械，这边是图书馆，方便。图书馆方便。哎呀，走吧，来这边吧。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丢了一只撒皮狗。撒皮狗比较那个。然后这边是，看，它这个还是比较大车拖小车。上面有这个东西，有这管儿，各种东西比较多。机械，所以他把这个周边这个环境给封起来了，然后为了这个工程，保证工程的安全。图书馆到11月份也要关闭了，关闭到明年的5月份，工期施工期比较长啊。各种管子，刚才有朋友打电话说每一期都要看我的视频，谢谢啊，谢谢支持，谢谢关心，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您的点赞和评论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，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。这是张耀东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给您带来的报道，拜拜，再见。有机械，这种机械要有线啊。这边就是这种图书馆了，我们就回图书馆了，图书馆学习了。这是图书馆的时间，星期一星期天关闭。然后其实上有很多这个学生放学了就可以来这边图书馆，挺方便啊。这图书馆可以，这东西。准备关闭了，这个11月21号到2023年5月，他介绍了周边的图书馆，可以到周边去看，一个是 Timber City， 一个是 Sungable， 这是 Rosemead 图书馆。